这个前一个字儿不认识啊，后面是一个生活的生提示，说王彤在对全北的客场亚冠进了一个球，库卡还是很喜欢的，有伤没恢复，所以一直没打。所以还是对，你说像这种球员也不能说平白无故的就拿下是吧？漂亮。这个斜传，二对二的配合到禁区里，推远点，王大雷呀，太漂亮，角球。对，在这一瞬间，埃斯库特罗是节奏提起来了啊，对，和卡尔坦森做撞墙配合，禁区前沿突然的节奏变化，一脚传递，来看，一脚，再一脚，过来还真不越位。对，右边后卫其实是侯俊敏拖在最后，对，他还举手。十六号，一方面呢，这个人员上，我们看这个球危险了。危险了，王大雷漂亮，王大雷迎着对方的射门的角度往前走，这是一个澳大利亚相当不错的一个机会，你如果站在门里这个球可能就死了。应该看到我们的后防线保护还是有点问题的，站位啊，站位那么低呢，但是其实从比赛踢到现在来看，这口气已经开始在逐渐消散了，如果这口气的这个范畴之内，先来看，哇，刚想说这口气的范畴之内能够取得破门的话，他们这口气就算是咬住了。一次向前的头球攻门，你看丘卡非常形同鬼魅的跑位，绕过了赵明剑的防守，抢到赵明剑的身前，完成这次头球的攻门。王大雷再一次做出了精彩的扑救，这个球防守的责任要落在赵明剑的身上了。敲的没有做好啊，日本队切到了禁区里头，大雷很危险啊，大雷立功了。十六号库瓦西，这也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球员，同样是规划球员。哎呀，漂亮，哎，这个球啊，应该说王大雷站得很稳，王大雷立了一功啊，立了一功，因为前面蹭了一下，改变了方向，太危险了这球，你看这是被谁啊，被三号梅芳吧，梅芳头蹭了一下，对，然后王大雷在这种情况下呢及时的做出了反应，对，刘航被对方抢断，这一下传得很危险，再小心，王大雷，多亏了王大雷，结果韩国队又是在中前场这种逼抢，抢断成功之后，我们的防守非常被动，球程丁海峰是吧，距离射门21米，这个孙世林倒是能认清，就是在给丁海峰当瞄准镜嘛，打门，哎呦，王大雷横空出球吧，就破出了底线。下半场杨超生一个立柱啊，秦泰妍一脚抽射打高，丁海峰又是转球门左上角被王大雷拖出底线，这辽宁队下半场获得的机会可是不少了，这比赛才打了15分钟吧，也就他们可能会觉得山东鲁能会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但千万别忘，哎呦，危险，天哪，这堡垒总会在内部被攻陷，这是队友的一次解围，险些变成一脚铲射，好在王大雷迅猛的扑救，而第二下呢，对方的莱昂德罗的铲射又是达到了王大雷的脸上，高出了横梁。再来看啊，
连续两次神一样的扑救，先是队友来了一脚，然后是对方的补射。先看这一下解围，第二脚是闷到了左脸的腮帮子上。说实话，这脚铲射解围啊，比对方的前锋射门还靠谱。转身射门，王大雷横身把球扑了出去。卡希尔还是能力强，是卡希尔在禁区里绝对是一个杀手，是一个冷血杀手啊。下半场卡塔尔不，澳大利亚往前走，而且对手其实已经在等待他铲球了。哎，王大雷身后有球童吗？王大雷身后有没有球童？我们中国的球童同样的能猜得很准，并且王大雷这球能扑出来。您猜猜是哪边？王大雷的右手。右手是吧？哇，果然扑出来了！天啊，完了，两连扑，果然是王大雷的右手。你看这个都拉伤的位置都比较相似，第一扑第二扑这么近的距离，对方的补射都能扑出来。你看王大雷在扑第二下的时候，真是一种那种舍身堵枪眼的感觉。你看、这就是第二下霸气，他脸根本就没有躲开，或者shoot